有云：“一念念佛，灭八十一劫生死之罪。”那么这个总题呢，是讲临终圣念就会有往生啊。这是这个净土法门呢，方便之中方便，寂静之中寂静。平常念佛也是很重要啊，但是强调临命终时，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观念啊。学佛的人呢，能在临命终时把握住这一声佛号啊，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呢？他知道要走了，他必定有一个去到哪里。这个观念呢，非常有力量。平常说礼佛，一个是梦中，一个是病中。在做梦的时候能够念佛，这个人的功夫不得了了。在有病的时候，他就想到痛苦，这痛苦没有用，他必须要靠佛的加持，他感觉到人生生老病嘛。可是最重要最重要，他这个地方临终，就是到最后一口气不来了，这个时刻是想要到哪儿去。所以很多人叫助念啊，往生。事实上，这是不得已的办法。要平常有功夫的话，在梦中也好，病中也好，但是最重要的了，来不及了。平常也很少念佛，做梦嘛，在做梦也忘记念佛。病痛嘛，比病苦是磨啊，也记不得念佛。可是你要记好，在临命终时这一刹那呀，他的力量很强，功夫很深，有人来助念帮助他，希望他能够就在这个时候啊得到一心不乱的话呢，那可以说了，这最后啊，这一战，这最后这一幕啊，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很多人啊，叫人助念啊，他平常都无所谓了，可是要走了，在医院里了，这一口气本来就走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有人提醒他，叫他正念提起。他的功夫啊很重要的啊，这个要有信心。因为这个四十八愿里面呢，他是有这么第十八大愿讲到啊，若有众生欲生无过，自信心要乃至圣念若不生哉，不取正觉。这个话我想是从这里来的。可见临命终时是我们一个人去向何处的有很大的决定性，所以在我们过去古德啊，而且现在的很多法师们叫提倡圣念法门。他那个圣念法门呢，他不是讲临命终时，平常早晚功夫，
即使你在美国这么忙，你早晚早上起来，即使在墙上，你也可以胜利。到晚上要睡觉以前，你也可以胜利。为什么？一起来，第一件事是十声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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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合掌相惜。这你们的水里全不知，我当然不懂风水了啊、哦。你的全啊，面孔要有相惜的这一面。你回去看看我这个法印寺，我的墙，我要每一天晚上，只有相信才去做，才不会做梦。向南向北当然是没用，我得向西嘛，向西向东的这个方向。你向西表示了，每天晚上都接受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向到阿弥陀佛。早上起来什么都没有，你连都没洗，你也可以向西想到什么，不要想圣灵佛圣灵，早晚啊很重要的这个时候，平常不停上班了做事了儿女的很多事情了来不及啊，可这个早晚这个圣灵法门不一定在佛前，在佛前更好了，洗个脸漱个口，在佛前拜三拜二会圣念，就是吃早饭上班。但是最重要最重要，可我们来不及了，要赶时间了，你就在一个在床上早晚能够做到圣念不间断的话，我可以打保证书绝对完成。但是这个要持之有恒啊，啊，不是今天多了，明天就忘记了，不是的。从今天开始发个愿，早晚圣念，在睡觉以前圣念，起来没有洗脸以前圣念。当然你也可以洗个脸，也可以在佛堂，但是有时候忙了不得，来不及了。可至少你起来你要住那个地方最好，还没起来去向西密空向西哦，佛就在前面，就是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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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你的这个气的长短没关系，气长就多念一点，气短就少念一点，但是要记好十个念，就是十念佛，就定保证你可以打保票，你不往生西方，你找印海法师，他讲的话嘛，这不是我讲的，祖师讲的、啊、阿弥陀佛也讲过，乃至圣灵也不存在，不取证据吧，那他这个愿假如是假的话，那就四十八愿我就不相信了，十八大愿是愿中之王，就是这一切愿中的最重要的 一种修法，但是不是光是讲讲而已，你要做到啊！你佛家讲这个话的，不是我讲的，也不是祖师讲的，这是佛讲的，祖师我们把它加以解释啊。平常早晚能够做到这个功课的话，比你任何的时间都有效果。为什么？一大早起来就念佛，完了要睡觉以前向佛祷告一下。这和那个大悲忏里面呢，他就有这个法门，就圣灵观音菩萨十口气啊，中间没有一点点脏乱，没有一点点沾念，这个力量可强大了。这就是什么叫最顶念佛，这个最顶这个两个字啊，很少有人讲到，这修净土的人呢强调这个东西，一句顶一句，一口气接一口气，在圣念之中没有一点的战乱，风吹雨打都不能进去，
这就是养成片段精进相继。这个精进相继呢，这是楞严经大师子圆通藏里讲道理，就这个生念之中，今年成年的念头想继续的没间断。假如中间有一念产了障念了，不算数，重来。就好，你可用手啊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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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两个念了，你总听到，你这种五念。假如你们的念很长，气很长的人，可以这个有生念，生念加生念就是一百念，一百个念佛当中，你这个中间没有一点的妄想，没有一点障念，我保定你什么？临命终时见到阿弥陀佛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也是一个特殊的方法，但是也有恒，没有恒心，今天念了，明天忘记了，没有用。早晚过去说二次共苦，其实平常我们没办法就早苦晚苦了，可是这个生念应该可以做到的，也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嘛。这要持之有恒，而且中间没有一点的障碍，这叫精进下机，堵塞六根，不加方便，自心开。因为这四句话去这个楞严经大师子圆通藏里，所以后来念佛的祖师们呢，把这个当为一种恒苦。当然他平常也念佛，可是我们时间很多啊，还有你们在家居士这么忙，可是你要知道是忙内为省户为省群，不是为省事，为生活为省群都在忙，从来没有想到死的时候，但是想到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他这个地方呢叫临命生念，临终生念，这个是后面一大段啊，前面都讲了很多了啊，要在心啊啊，要在这个在念呢 啊才决定呢、啊、我们上次讲了比较啰嗦一点。那最后这个几句话呢，来个接受。这个接受呢，在里面有一个特殊名词，一个必死意念，这两个字平常很少看到啊，所以就把它放在今天再加以说明一下啊。那么他上来啊，总是告诉我们啊，只要能够一念念佛的话。他讲这个是一念，表示了就是最短最短一念，你能够有什么功德呢？这个一念就有很大的功德，什么功德呢？能够消灭八万亿级生死痛苦，哇，这个时间够长了。时间最长是一劫，是时间最短是一个 moment。是一刹那，就时间管理啊。但是一劫呢，它是没有分什么小劫、中劫、大劫了啊。就是说，时间最长最长的一个单位，有一个劫一个劫波，这个劫波啊。那么，这说明了我们从无始生死以来啊，多少的生死轮回。平常我们不见说是从无始以来，就是我们今生乃至是一天一夜，你多少的生命，所以这个生死呢，把它扩大来讲是从生到死，其实也可以说一个心念的生命也是一个起痛落，这是用时间的观念来说明我们的这个生命刹那是没有穷尽的啊。当然他这里我想呢，也可以说有八万亿级的生死之罪，那就是八万亿级的形容太长太长了，
不是我们数目字可以数的了。可至少我们一个心的起心动念，从身住意明，人的生理上面有生老病死，大家很容易了解。八大岁旺，当然它里面有生老病死；一百岁旺，还是一个生死。可是我们平常最短的时间呢，就是一个刹那。这一刹那里面也有四个阶段，叫生、住、意、命。这四个阶段，这很好，很好懂。懂一个念了，按在这个念上面，你变化了，它就给消失了，这一年过去了。平常我们不用身住意迷，用神迷这两个字代表了这四相。非要不讲四相皆空，五蕴非有吗？哪四相呢？当然很多的思想，身住意迷，生老病死，身住意迷就代表一个念头里面有起有灭，总然还有个住，还有意，你不知道。不如我们念佛就知道了。平常不知道，可当你念佛的时候，突然打妄想了，哎呦，念佛的这一个正念没有了，妄想来了。你不念佛不知道是大妄想，你一念佛才知道我们的信念多少的生命，多少的变化。为什么你是念佛才知道呢？因为你大妄想的时候，他不会念佛，他不会专心一念一意。你不念佛，我多少妄想，你从来都不知道。可惜呢，是用功的人他知道，不用功的人迷迷糊糊就过去了啊。所以这个你最好听这个啊，这钟摆的时候，滴答滴答，它这里面就是一个声一个灭，滴答滴答。那么我们的心呢，你也可以把你的脉啊，懂得中医的人把脉呗，把脉的时候他感觉自己觉得我的那个这个太。血液在跳，循环跳动，那也是一个生命。在生命之中还有住，还有意呀、啊，很快很快的。所以佛法就讲这个用功用功啊，它就是时间空间里面把握住你的心是有起有灭。这个地方呢。用八十亿亿生死之罪啊，这些话形容什么呢？形容我们无量无边的生死轮回，也形容我们从生到死，在这一个一息生命当中，这一息生命，一息的就是一个段的时期，从生到老到病到死，这一息生命，一个阶段是很长的，有几十岁吧。可是不知道我们一念生灭，它也是一个坑，在哪里过去了？你怎样把握得住？所以呢，禅宗里面呢，经常提醒这么一句话，叫“照顾话头”。你们怎么懂吗？话还头吧，就是你动一个念头，它一个念头的起，这个念头也没了，用。简单的一句话说呢，就你这一个话，这句话里面有起有落，这就表示了我们念头里面有生有灭，我讲话也有始有终嘛。用这个讲话的，好像话头里面呢，就讲一句话的来源，这句话讲完了结束了，这也是个一个观念，这个 idea。那现在他用功的人呢，比如我们念佛，他知道，你不念佛就不会照顾自己的话头。哎，我的心放在什么地方？这就是有采纳生命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要知道，训练我们的生死无量无边呢，用这个八十亿劫使用太长太长，
我从来不知道我们的妄想纷飞。那现在呢，只要你一生这一念念佛，你有一种功德，什么功德呢？能够消除你过去无量劫以来的种种的罪业。我念，所以他们这个修净土的人常常讲到，你不念佛，你什么贪嗔痴啊，就是烦恼里面滚来滚去跳不出来。我今年来能给你阿弥陀佛了，至少在大林正念提起的时候，你心里不起贪嗔痴慢，表示什么？他能降服你的烦恼，但是没有断。你不念了，他又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靠心念生灭，从来投胎的一刹那，到最后生命结束的一刹那，这个几十年来了，都在不但不停在做事打妄想，夜里睡觉做梦打妄想，只有那个没有妄想没有梦念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不知道，迷迷糊糊。可是你心一提起，举心动念，是无非是业，无非是罪。为什么？生命里面大妄想，这个妄想过去了，下面妄想又来了。这表示什么呢？表示生死反复。他这个地方用什么呢？八十一劫生死之罪，我先用嘛。可当我念佛的时候，你就好，它就有一种作用，它用这个一念佛声，能够对治你八十一劫的生死之罪。你起心动念，无非是业，无非是罪吧？你现在用清净的净业，就是念佛的这个正念，来降伏，来克服你的妄念。这个妄念什么呢？是从你的烦恼而来。我们都有烦恼，才能怎么样嘛？是何以苦嘛？有何是烦恼？就造业，有造业受苦，这是生死轮回的一个继续不断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在后来禅宗里面呢，他懂这个道理。这个一念起，一念灭，才重感你能把这个起了以后不灭了这个念头，能给他一个控制他。就禅宗里是用这个功夫，那么我们念佛的人呢，一样可以。但你念起了，不怕念起，就怕觉迟啊，你觉悟啊，觉悟这个动什么念？还是染念，还是净念，还是正念，还是邪念？你要这样的用功的话呢，到最后才能够行得的清净。那么念佛呢，正念提起的时候，不起妄念，不起邪念，不起障念，那代表什么呢？是清净的正念与智慧相应的，不与烦恼相应的。这个念呢，叫正念，来代替我们邪念妄想。是禅宗也好，修净土也好，就从这个道理来说明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念佛的人知道无始生死以来就被这个染污的念所欺骗了，所执着了，现在要把这一切的放下。这无始以来了，是后来这个净土宗语那句话：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；一念相应，念念佛。它就是这两句名言嘛。相应什么意思呢？能念所念打成一片，这相应。很多人念佛的时候，他不能提起正念，打妄想，表示心跑走了。禅宗也有这样的境界：观照自性。
挂在那里跑哪儿去了？大家怎么乱想？啊，这里拉回来。啊，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呢，有很多高深的道理了啊，所以他告诉我们呢，为念佛时心蒙利故。可是很多人念佛的痛哭流涕，有很多人念了佛以后呢，马马虎虎下课了，又回去了。他不能给你生死苦，不能发菩提心，他那个念佛是，广东话叫哑哑舞，马马虎虎，马马虎虎。真正念佛的人，他真念提起的时候啊，真正是痛哭流涕。如丧考妣，比父母死还更痛苦。这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，这要靠念佛的功德，才能够消除我们无量劫以来烦恼一战的痛苦。你再念佛了，才能得到一心不乱，才能叫正念提起啊。你还有一点你缘外缘放不下，唯有一学生啊，那你的铜墙铁壁没有用，为什么？你的心与境没有打这一片，所以他为什么能够一念佛，他能没办法一起生死痛苦呢？因为他这个心念呢，与佛念打这一片呢，解决问题了。我们今天，心就。不正也不净，所以念佛到最后没效果，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哦。因为净宗学会啊，是提倡西方净土的。平常我们也打佛起了，也念佛，可在这个时候，这些道理需要明白。为什么呢？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，一念相应，这个。念下有什么意思呢？就你每一句符号这个念对与佛的正念打成一片了，这就净念相继，毒舌六根不加方便，自得心开。这四句话很重要，这个是你犯圆通章的啊，这个就是楞严经里的这四句话呀，这个祖师们呢讲开始常常提起。但是提是提起了，也懂得了，要做到的话还有一番功夫。为什么？你要强调念佛一生人没八万亿计，这是八十亿计了，不是八万亿计了。念佛一拜绝灭后杀，为什么要拜佛要念佛呢？因为这功夫太大了，从无始以来生死痛苦里面没有这个办法解决。今天遇到阿弥陀佛了，遇到这个你怕法门了，你还能放下？你能很出骨啊？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观念，你这样的去了解它功夫，你才能给得到往生。所以他为什么修净土法门要一心不乱呢？因为我们都是打妄想，从无始以来乃是没有开悟以前，都在妄想里面讨生活，从来没得到正念，都是邪念嘛。所以他用正念代替邪念，用净念代替染念来代替的方法。你不正念，邪念就来了；你没有净念，你的染污念就来了。这个染污念为什么呢？因为是你有烦恼，无始以来的。在造业，在受苦，所以这个两句话呢，古代祖师讲的非常非常重要啊。所以由于念佛的时候心力猛力啊，它能消灭你的无始以来的烦恼妄想执着，以佛灭恶业就定得生，这话很重要。佛什么意思啊？暂时的降佛，迷是彻底的解决了。你不念佛，你念什么？你烦恼才能是好。你贪心，
就是恶鬼。你嗔心，你愚痴心，都是地狱。魔鬼说什么？想要道吧？我问为什么生死轮回，就是从无始以来，在生死烦恼里被他控制，跳不出来。你今天有这一个法门，你服了。当然，我们修戒定慧也是一样的，以戒自忏，是不是？修定对治嗔恨，修智慧对治愚痴，这是一个正常道的法门，没错。但是你们有几个真正能够戒清净、定清净、慧清净的？没有啊，怎么办呢？哎，靠这意识佛号，这意识佛号能提起的话，贪嗔痴慢的烦恼就定可以消灭，就定可以降伏。你虽然没消灭，你可以降伏它吧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可是我们能有几个人相信它？能有几个人肯去做到？所以后来这个大乘法门里、净土法门里，礼佛、忆佛、信心当然必定敬佛。那么这个两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你心在佛号上面，礼佛了、忆佛了、想到佛了，不管信的也好、讲的也好，就定可以成佛。那么当然，你说是敬佛，敬佛要成佛啊。那我们今天求生极乐世界是去敬佛的，但你能不能成佛了？当然可以，你点得紧眉头或者不开悟了，可以开悟的，还要经一段的修炼。但是这个道理你要明白，道理不明白的话，就念佛念了干什么？不当亲用，不当饭吃，我还去还要捐两个钱，他有饭吃。可你知道，你捐是为了生活，你了解生死吧？解脱生死吧，不能够啊！我一边说你们和尚没事做，低头在念佛。他要消除你的妄想妄念啊！平常我们说哦，请求戒定慧，心不贪嗔痴，叫勤修吧，这出家人。但是在家菩萨，他的目的，他虽然没出家，他的目的在希望自己没有烦恼，没有痛苦，没有生死轮回。这个根本的观念是一样的，修戒修定修慧不简单了。可至少你礼佛很容易吧？哎，你当你礼佛真正提起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再去犯三道用妄了。它有一种降伏的功能，但是没有完全断灭就好。降佛就是说，我就是饿了吃饭了，吃饿的，可是不能说一饱吃，一顿吃饱就永久不要吃了，没这回事。对，就是又饿了又要吃了，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啊。可是你只有想办法，因为礼佛、礼法、礼僧的关系，所以大家可以勤修戒定慧。至少在礼佛、礼法、礼僧的时候，你不会去犯戒吧，不会去做坏事吧。所以道教老师就还是要礼佛、礼法、礼僧。可是你有些将来做到，你为什么现在是娑婆世界不赶快的去学学去做一做了啊？养成习惯以后了，真自然了啊！这个很重要啊。这个名字很好懂嘛，它能够佛迷恶疑，没有恶疑了，就等于归往生。我们就是说生死轮回六道里面，生生不疑呀。在佛法来讲，不是一生一世的造业，往昔所造诸恶业，往昔的不是一生嘛，是过去生就是造，不知道，现在谁苦啊？所以又来造。怎么解决问题呢？赶快念佛，求得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，
风吹草动，花开鸟叫，都是叫你礼佛礼法礼僧，没有一点妄想，没有一点占领，你这不开悟啊？当然可以开悟。为什么？环境很重要，心理清净更重要啊。这后来大乘佛法里讲心净国土净，小乘佛法讲心净众生净啊。目的就是要净，这叫净土 purify pure land， 这叫净土修慧。那个学像什么？学净土法门的道理。这个净字不要看这么容易啊！我们从无始生死以来就在里面滚来滚去，就是不净啊。为什么不净呢？被烦恼所控制了。一个人没有烦恼他才能清净，但他造业是为什么会造业？他就是烦恼是操纵他控制他做不了主。可是今天你学佛了，你懂了佛法了，从这个这一个镜子当中，所以我们这里的陶师净空老和尚还得了，他连精力都要空掉了，净对人而讲的吗？我不是叫他的名字，我以为他的师父显悟法师是我老同学，他不来做师父的叫醒悟，这个人已经往生了啊。现在还有一个显然法师，他是福建人，他们亲近圆圆老和尚的，上海玉明讲堂啊，这个显然法师这个人呢还在中风了，他可能搞密宗去了啊。醒悟法已经完成了，到个新加坡去啊。当然我们不谈他历史了啊，问题就告诉我们，你们知道净空法师，净空法师师父是哪一个？我讲过了，知道不知道？你们的师祖啊，是你老同学啊。我不是卖老的，净空法师了不起啊，却有难跟生于难啊，他这里号召不得了，强大了，他就是净。但是净了有那个空，连净都不知道了，这还得了啊？有净才有染嘛，我们在染里滚来滚去，求净，求净土。可到净土以后，你还是再有个净，还有一个染，那又是一个烦恼。是你净也空了，这个叫净空老法师。这是我的解释啊，对不对？请你们这边徒子出现啊来证明啊。佛教里讲无明空啊，你只在一个净，表示还有一个染的对待，你净的这个观念都放下了，空掉了。这个什么？如幻有不净空，这是菩萨境界。菩萨开悟什么？这两句话，哪两句话？如幻假有，不净空寂。你常常有这样去想的话，你就不会起烦恼。没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罪者相，还有什么空吗？不空吗？这佛法它不是讲道理的，是实践的，是叫你了解的烦恼是吗？即菩提了吧，不就空了吗？哦，烦恼是烦恼，菩提是菩提，把它看两个东西，你不了解空，说讲戛然而去了。我现在不是讲讲净土法门呢，净土法门为什么叫净土法门？不是地方好叫净土啊，像你们在家里住都很好啊，像我们陈慧兰家里，我去看了以后，这是净土，大家净土，他的福报啊，你们也可以有啊，大家都可以有啊，你要肯努力啊，他修来了呀，好了，你们来净土学会，这个环境这么好，他还不是他一个人的，是大家的，共有的，共享的，但你也肯来啊。要造成净业，这个净土的事业，这个事业当然呢，就说明了你有这块功夫，你才是得到这个享受。成就净业，
介意什么？身口意塞意，完全不起烦恼相应的，这叫静意。大家听听阿弥陀经，阿弥陀经讲说不可以说三根福德因缘，这是净土。三根福德因缘里面，什么叫三根？不贪不嗔不痴了吧，三种三根。你要这样的一个了解，你才能够完成净土。当然他会得以完成，就是我们现在还有天人痴啊，那就不能完成吗？可以完成，但是你到了极乐世界，把那一切的过去的这些恶业统统暂时的冻结起来，不发生作用。我们现在被烦恼的控制，不能开悟，不能了生死。所以极乐世界当然带一点，这什么意义？就是过去还有很多意义没消，过去去了以后呢，不会再生起了，是缘却不生，没因缘了嘛。所以他这个地方为什么说能给礼佛了生死的，他的观念在这个地方。你这个不了解，你不知道净土法门的殊胜啊，这些话都很好懂啊啊，是叫我们不要怀疑，不要怀疑什么呀？信心与怀疑是对待的，所以我们这些失意了吗？这个失意人里面，七名两句话：你不疑不生净土，要一心不乱。你不能到了一心的话，你不能分清楚，这句话很重要的。所以后来这个祖师们要强调一心不乱。但平常打佛七了，哎呀，忙得了不得。我的意思是，他希望这个佛七期间呢，人给重视一心。其实一心是就是禅定的功夫了。若有瑞，若而瑞，来自七瑞，不一定去听。功夫好的人一天他可以，差一点人七天、八天也不行了。七天为什么不行呢？他没有功夫嘛。功夫很重要的啊。这佛教来讲，这个修行呢，他平时啊达成片段啊，那么这个都是很好懂啊啊。下面一段呢，另外一段啊，总结了啊。上古相传呢，判圣令成就，则必死一者，死定不可。他来了一个怀疑，来了一个问题啊。他说，过去啊，从古代就有人这么说，这传说的了啊。只要胜利成就了，就可以说叫必死一者。这一句话呢，不大好懂。怎么就必死一者呢？这个净土宗是讲这个观念，唯识宗啊，讲唯识的人啊，像宣扬大师、会计大师，他们也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。怎么就必死一了？就是这个特别的时间，用这个就文来释义的话了啊，就是胜利完胜，这是个特殊的一个办法，这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就你一天你我哪有时间，哪有这个功夫啊，哪有恒心，可是你再没有功夫，你胜利都可以吧，啊，胜利也没办法。那我看你这个人孺子不可教也了，为什么不能完成？这里这个话里有话呀，要不听啊啊！这就是讨价还价了，到最后了，你胜利都没做到，你能完成吗？你这个都做不到，对不起，你有完胜净土没有业缘，
有很多人不念佛，不求往生啊。但他为什么？他信心不够。可真正你再忙的人，再没有闲的人，没空的人，你每天能做圣念下去，绝对往生。因为这个是四十八愿里，就十八大愿里明明白白的讲得很清楚的，这把它背熟了。哪有众生一生无过，自信心要乃至圣念若不生在，不取正觉啊。这个句话都记不得。那道吉老师再去，你可以向阿弥陀佛阿 Q， 怎么了 Q？ 他讲黄瑶，你老人讲的呀，是八十八大愿的大愿王，那我每天都在站住的，为什么我不能完成？为什么你要这么讲？讲了一个你没有那么干吗？哎，阿弥陀听到了啊，可以了，可以。第二次告诉你，下品下生，你说叫放下他呀，一说叫放下呀，你能下品下生也不错了。你只要能够去都可以了，等于是只要到美国来，你可以将来多拿两张卡，为什么？只要等吧，这是一个发明的方法，你要记好，这个信心是很重要的。佛的话不骗我们，他你要记好了，这里面话还有话，乃至圣念呢，他不是你圣念就够了，这又都有好，这说这没办法，乃至最少就是按照历史的，你懂吗？我还不止哦，不止圣念呢，那你绝对往生。可你再忙再忙，每天圣念都做不到，你对于净土没有信心，对于阿弥陀佛的话你没听懂。这个乃至这句话就是什么？乃至很好懂啊，最多越多越好，最少最少那得历史的，你要圣念。这个题目我回头本期吧，有很多人忙得不得了，没空，没有空，对不起啊。这个临命终时你就有空了，无常来了你有空吗？啊，没空，我还过两天呢，过两天一个毛毛都不行，一秒钟都不行。他们说笑话，很多我又当真的了。他说阎王老爷叫你卯时去，只是有卯，叫你啊寅时去，等不到卯时，寅卯是从早上的时候啊，早更的太阳出的时候叫卯时，太阳没出隐性叫寅时，我们总共叫十二时吧。你的命上，你的生命寿命这么长，是哪一天哪一个时间该去了，这一刻起就不来就对了吧。哎，等一等，我要同阿弥陀佛讲话了。可是你的业力到了，什么业力呢？死的这个业，死的这个业个，生老病死业吧。你这个业力到的时候，没有讨价还价，谁不对这么长？可这个时候啊，你可以到阿弥陀佛讲话了，阿弥陀佛来了，来接你了。哎，阿弥陀佛，我在礼佛。你这么多，你也不等我去吧？这些问题呢？哎，你有没有做到圣念呢？没有，赶快去请法师，就是应该法师来进你圣念法门，非得请我了，任何人都可以去了，因为太忙了。你要知道啊，这个是临命终时这一个圣念呢，比着你平时的多少年呢？平时无所谓吧，你不念无所谓，可是你要死的这一场啊，你假如死的不好，对不起，一个天真死来的话，死亡到了，你这个是不念佛还等待何时啊？还有犹豫吧，还怀疑吧，所以那个时候是性命交关，那你非要
啊，这他们这个道教的就是太上老君急急如令，太上老君太太来了，他不用太上老君，你要阿弥陀佛都好了，阿弥陀佛就来了，来告诉你，好，你再赶快跟我们圣灵就都往生，为什么？这是不得已的不得已，不要认为有圣灵就够了，不念了就错了，你不懂那这是个你这个文章的话，这来自圣灵嘛，啊、嗯，若不是不去遵守，这是满阿弥陀佛的愿。也能够满足我们这一生念佛的这一个最后的这个欲望啊，这很重要的啊。那当然，这个话呢，它是在必是一说的，特别的 special， 不是一个正常的，它是一个方便也可以说啊，就必是一说，此地不可，别相信。又下面又引证了什么呢？引证这个是唯宗，唯宗里面呢有一部论叫《十大乘论》，就是无德菩萨写的，啊，这里面有十种殊胜道理。这个平常我都讲了好几次，过去在台湾也讲过，后来到法印寺也讲过啊，行菩萨道啊。它里面是无大菩萨，无大菩萨世间菩萨，他们是师兄弟，他们这里面有修十八种净土，有西方净土、他方净土，里面有一段文字与这个有关系啊。你不要看唯宗啊，唯宗并本不是回谤净土的，有人那样想，为什么以后呢？他啰嗦了啊，好像与净土法门没有关系。实际上是帮助你念佛的，十个有八个修无色的人都是念佛的，不是不念佛的啊！他明白这个道理，唯识唯心嘛。你说我们现在讲唯识，当然是就反复讲的。中国的所谓是大乘的华严天台啊，那净土这些法门，就是从妄心讲的真心的。可是这个妄心在佛教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妄色，也是心的一种，像我们现在啊八识心啊眼耳鼻舌身意，还有呢摩那阿赖耶，这个最重要讲唯心唯识的，你要了解七识心八识心，它不是讲点讲妄心，叫转识成知吧。是什么呢？八个识，八个色大家都知道，前面六个色，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。但是讲了第七色、第八色的话，你没有佛教的智慧，你不能接受。为什么呢？第七色就是我色，第八色是法色，这两个色是相关的啊，我色法色不能分开的。你要了解大乘佛法的。这个中期的印度的佛法了啊，中期大乘啊，后期大乘是讲如来藏的啊，讲佛性的《法华经》的盘了啊。在中期大乘佛教里面，他推过了唯识总观的思想，总观讲空的，唯识讲有的啊。这个有是有什么东西呢？当然有因有果，这三界生死轮回都是因果嘛。哎，就极乐世界还是因果，是清净的因果而已，不是我们凡夫染污的因果。可见这个净通染啊，在佛教里非常重要的，染与烦恼相应的，净是与智慧相应的。你这个需要对佛教的这两种观念，你把它积累起来。现在他用这个十大乘论这句话里面呢，是引证唯识宗的他们的看法。十大乘呢，就是把一切大乘都包括在里面了。十种殊胜，讲什么？讲戒定慧，啊。那么当然，十大乘论呢，是后来这个积累无始中，他必须要就是啊，六境啊，这个是啊，十一论
圣经里面是一部论就是大乘论啊。那么这里面他告诉我们，他说啊，为什么与净土本来有密切关系就好，这是这个观念。不要认为讲为什么的人不修净土，在近代这些大的不管摘亚出家，在大陆也好，台湾也好，我所知道的这些法师，大概修净土的人有十个之中有八个人他是了解为师的。各位看那个为师更麻烦呢，讲的是名相，他不是的，需要了解这个人生是染污的，要怎么从染污到的清净，就是转八十乘四十字嘛，转七五色为称呼造字，转第六色为妙果造字，转第七色为平等心字，转第八色为大圆净字，叫转色成字，这是五色中的四个观念啊。当然冥想可以告诉你没听过没关系，你了解人生吗？人生是什么？在佛法来说，你要对于七六识、第七识、第八识，你要有一个了解。那现在这个到底唯识中与净土中有什么关系呢？譬如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生死轮回，没有智慧，痛苦无边，就是完全被虚妄的八识所欺骗了，造业啊！轻无的造业，眼看耳听，鼻舌鼻啊鼻上舌上啊，三味了啊，身体感触乃至第六意的分辨，是非非我，在佛教来讲，对于烦恼相应。变成凡夫，现在叫你要进一步了解这个七六十的，这是一个与烦恼相应的一个最容易发现到的。但是还有一个呢，生死的根本是什么？不在七六十，在第七十、第八十。我们凡夫有人我是非的分别。第七识没有平等心智，我们从无识生死以来造业受苦，就是第八识的这一离的感召，它可以带着来带着去。比如你富从那富贵人家，而又很聪明伶俐，这是你过去的阿赖耶识的中的好的这个种子，清净的种子。你过去生中就是造业，你今生就是盲聋喑哑，痛苦无边，痛苦的人生。其实这个就是讲八十讲七十了，他就是讲这种我们现在这个人生的意义的存在，是从过去的因到现在的果，现在又在这个造因将改了的怎么样转八十乘四十变成清净的菩提。这个要懂得。那现在我们礼佛呢？哎，请问你礼佛的人为什么可以升极乐世界？你礼了一声佛号啊，种了一个清净种子，你就不会起贪嗔痴慢，造业受苦。所以你可以带去什么去呢？阿赖耶识的清净的善种、善业的种子，这是好事吧？那么这些种子到哪儿去发展修行呢？到极乐世界去成就你的净业，净业就是清净的这个一报。你净业不修好的话，都在被七六识欺骗，也不了解第七、第八的平等心智、大圆净智。对不起，生死反复，六道轮回。所以用唯众来解释这个。解释这个净土宗呢是容易接受。我从小念佛学院是学八个识，现在据说是迷迷糊糊学啊，不知讲什么东西，不知手云啊。那后来呢，很忙
明明糊糊的要当法师去了，听人讲为师，哦，现在还写为师东西。哎，请问你呀、啊，你修了净土，为什么念你就为师呢？你要知道，色与性不同，心是包括有清净的，也有染污的，色是为色染污的。可是把色转变成清净的清净心，是指菩提化，是完全是智慧相应的，不与烦恼相应。所以近代的这些法师们开法相院讲道理，他不离开八识，不离开唯识思想。为什么这个唯识思想呢？去了解。所以我净空法师过去在台湾，我听他讲解释，他是精通唯识的，现在还在讲，他参加在这个讲净土里面。所以因为我在往生里面打滚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转而人为净的话，你去把唯识道理明白了，不但是明白七六十了，要主要知道第七第八，这是一般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不能了解的，他不知道的。可是我们灵修佛法的人，尤其要完成净土的人，我每天礼佛，每天礼佛，这些菩提种子清净的吧？还能从我这个第八来阿赖耶里，我死了以后了到哪去了？随着阿赖耶把这些清净的一种得到极乐世界去发生信心。所以他这个像净讲净土的人在试图了啊，这个仕途里面，他就包括了讲这个唯识宗里面的这个第八赖耶的作用。这个赖耶到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阿赖耶，一般人是灵魂啊，佛教就不讲灵魂，这是个惯例啊。讲灵魂就是我啊，就是法吧、啊。要透过无我的境界才能开悟啊。那悟什么东西呢？悟了本来是假的。这个假怎么讲呢？就是想一个假和后想，时间空间的东西。你现在我们在有了一个法里面，被无始以来的贪嗔痴慢，后一苦呢是轮回轮转，不能解脱。那有一天你开悟了，悟什么东西呢？悟了这个后一苦是一个无形的循环，不能解脱。你就怎么样来代替，怎么用清净的来代替染污的，用狮子菩提来代替你的烦恼的一障，这就转人为净嘛，就转成智了。你到极乐世界去想是一切的法报，一切的这个化果报的话，是因为你在这个娑婆世界你做了很多清净的善业，到那个地方的信心，而且有极乐佛开悟了，有智慧了，智慧菩提相应了，你再来娑婆世界广度众生。他说这个是原理，不为爱缘再来娑婆嘛，爱缘就是极乐世界。但是在前面这一段功夫你要知道你怎么走的，我们现在说走的走错路邪路迷路，没有这个正教的道路。为什么被贪嗔痴烦恼所控制？就是说第七识没证的平等性质，第八识没证的大用性质，前五识第六识没证的妙光差值，前五识没转成彻头差值神通妙用，没有彻头差值。这句话呢，就是说开悟了以后的人，他能运用天眼天耳他心神通通，乃至到这个无漏漏尽通来大众法门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了、啊。我们今天去极乐世界、啊、你要记好，四十八愿的前面有八个愿是讲完成极乐世界自然而得到的，而不是修的，是报的的。什么东西？六种神通。那四十八愿讲什么呢？那前面十个大愿是讲的如何得到六种神通，这是第二去极乐世界去得到的。报的不是修的，像我现在修啊，你修禅定，哪一个老师能给我开悟，都是天眼通、他眼通，
那我简直是，比百万富翁都更加高兴啊。可是他有没有功夫，你有没有去修啊？可是你今天礼佛，只要你得上净土的话，你就得到了。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回去看看四十八愿啊，七密十愿很重要。不是这神通以后去欺骗，就是摇摇活动的。哎呀，我神通了啊！我看什么东西了啊？你过去，你爸爸妈妈是谁？你讲我也不知道。爸爸是谁？妈妈是谁？妈妈怎样？告诉各位啊，我们今天所求的什么？发财，那才是功德发财啊！开悟了以后，他有六通自在圆融了，那还得了啊？比你发财更有价值啊！所以你要能给了解，求得净土不是为了发财，得了神通妙用。神通妙用有什么好处啊？不但我知道我过去，我知道旁人的一切的过去未来都知道了，我要怎么去度他啊？现在太太不能读先生，先生不能读太太，爸爸不能读儿女，就是你没有痛嘛。你去极乐世界跑一趟，啊，你不头脑，为什么？六通俱着了，你要读什么读什么？这是菩萨的大用啊，神通妙用。我们今天不是就得神通的，是开悟的，悟了以后什么都知道了嘛。那不能讲完了，不讲完就不行了啊。这告诉我们，这个清这一段文字，我们是占天极乐世界为主。你从唯识中的这些冥想了解以后，再回向净土法门，这一目了然。怎么一目了然？看得很清楚了，不是迷信，不是愚痴，不是下等根基的人，他是有大智慧的人才能接受了啊。那他在里面下面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？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？他说：“你虽然得到啊，必是益受了，必是益者了，但是你光是发了个愿而已，你没有行，没有愿，没有行，你不行。你愿不错，我得到这个啊，必是益受了，但是你没行啊，要行才更重要啊。”他说：“下面继续了啊，就是再去另说。”再接着是一部论啊，这是小乘有大乘的，把所有的佛讲的话是名相啊，一部论就再接论，什么都有了啊。这再接论是有的啊。这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愿生爱乐国土，即得往生。”我发愿，可是你要知道，你发愿你还要行啊，还要信啊，三字两缺一不可。很多法师们他们都知道念佛往生要有行，要有行，但是他没有愿，你行同行也是不够的，他就善不能缺一不可啊。所以你光是愿去不出，你没有行，没有行也是不够。那下面举个例子说，他说倘若啊，有一个人，他相信什么呢？相信无贵的佛。这无贵是清净佛了啊。那么倘若有人是个东方啊，东方的无垢琉璃世界是不动，不动佛啊。你只要去了那个地方，也可以成佛。但是呢，他这是一个必死之因。他这个就来比方西方净土啊，啊，关是我知道去了世界很好，可是你没有心，也没有行，想好是好，也没有功夫啊，那就做不到的。全无有行，可是这个行很重要。所以他后来这个修净土人要念阿弥陀佛了，阿弥陀佛就是行嘛，啊，你没有行，你就过去了。所以他这个地方最好就是临命终时，你能证到无间生利猛力善行，这个是可以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
这叫避世一种。这个避世一种就是特别的一个办法，就是真正要靠你临时要下的功夫。临时没有功夫啊，这那个是给你没把握的。即使人家助念，你的心、你意识力量不够，没警觉的，可见平时的功夫呢，比临必死还更重要啊，比这个最后更重要。所以他这个地方说了啊，胜利猛力，胜利刚才讲过了，是胜利佛，这是一个观念。第二个，在这个胜利当中没有一点点杂念，前面这个从第一到第九没杂念，可到第四年之中还是有点杂念，对不起，重来。为什么胜利表示了这有不到，用现在时间来看的话，我想胜利佛的话不会超过三分钟哦。你能三分钟五分钟之内没有站立，就在符号上面，这个叫什么，这个就是说片段没有掺杂一定站立，这一片的这一个掺杂之间没有妄念，你把这个胜利当中集在一起了，这个就打成片段了，这片段里面没有一点掺杂其他的一点杂念，这就静念相继。这是另外一种看法了。静念相继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们在啊，听佛的讲经，你动了一个念头啊，前面你没有用了，表示你的功夫啊没成片段。可以片段也很不容易啊。片段怎么来呢？要是一点一点接在一起的，在这一个十个里当中没有一点的掺杂杂念，表示清净。那么再能够把这个胜利再继续的二十年乃至是一百年，哎，你的功夫到家了。这些平常在临命终时有时候害怕放不下，又提不起，可那个时候是最重要的。为什么？那是表示了一个趋向，表示你信心啊。那么这圣念呢，有轻有深，最重要的就是什么？还有猛烈的善行，这个猛烈是特别还有力量，不是很脆弱的。有些我们说啊，助念啊，这个助念呢，本来佛教里是一个方法啊。当一个人要走的时候，他害怕，想到过去的一生当中做了很多恶业，加上这里面呢又害怕，想到过去的起烦恼造业的这些恶行啊，哎呀，没有希望了，不要到哪儿去了，找不到门路了啊！这个时候啊，有人提起你，赶快念佛，不要想不好的，你想你好的嘛。你一生当中你做了很多好事啊，持戒啦，啊，修定啦，啊，听经啊，拜佛啦，念佛啦，你想这些功德，你不要想你过去的造的业，这个业当然是你善有恶了，恶业。这就是说你见到光明了，黑暗就没有了。假如成了黑暗的魔兽，迷迷糊糊的做不了主，那对不起，打乱了你的静念，打乱了你的正念，你正念一个杂一个邪，还是起贪嗔痴慢的烦恼，这个时候啊，那些痛苦，那痛苦呢，那就恶相心情，看到鬼了，看到冤家债主来了啊，
看不到福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恶意重，善意轻。但是黑暗和光明相互消失的，光明多了，黑暗就少了；黑暗多了，光明就自然少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你要特别的有人助你，帮助你，你自己还要提起正觉，提起这个猛烈的圣念。这个是叫必死一说。那么这一点呢，它五个种是它有了关系的啊。也五个种呢，强调什么呢？他说修净土法门是好不错，这是佛的特别的一个方便，叫必死一说。必死就特别的 special time。那么你能够了解的话呢，平常还要加强，再加到临命终时，必死念的话更有力量，不能单靠临命终时哦。啊，他的意思是这样子，所以积蓄物质完全呢，个人错误的一种观念啊，是愿诸行者慎思此理啊。这当然，他像我们那人就感觉到最后一个结论，必死一说是唯识众的思想，是有这一个看法，但是不要等到。特别的一个好像一个偶然的机会来了，但是没有把握，做不了主啊。那么做不了主的话呢，这个时候你最后还是平常呢，就要好好的，就是早晚胜利还是要做到，叫很平时的恒常的在这儿有这么一个观想啊。自劳其受其性，莫行异己。自罪现业，这下面这两句话呢，这个技能是什么东西呢？技能啊，有很多人呢，哎呀，何必提到万念佛啊？念种是念就好了，就完成了，那是方便啊，那是没得办法的办法。就等于说现在，大家说过年了，过节了，说那个什么大减价。就是 special time 啊，去买个好东西，现在里面都是些垃圾东西，皮是皮，但是要么机子就坏了啊，它没保证的了啊，所以佛法讲这个方便不错，是要有方便，但是还要有究竟。但有人说方便你就究竟，究竟哪有方便？但这个话是方便说，方便是还是方便。究竟还是酒精啊？那么这些东西啊，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要等待临命终时再念佛，要现在当下就能好好的放下念佛啊。那么当然，这讲什么呢？讲这个念佛有很多的法门啊，是说这个。大法器是一种叫精进念佛。七天还有人什么夜里不睡觉啊？我讲个故事啊。最早我们到七子啊，跟慈航菩萨，我以为慈航菩萨只下微尘的吧，可他过去亲近一个南京的一个杜二长老。多去读一些苦厄，这是民国，这是二十几年完成的这个多个长老。最早慈航菩萨是亲近多个长老，学什么呢？学念佛法门的。但是他没同我们讲啊，但是他后来有一次，我们就在这个去吃啊。就进医院打佛器的时候，那是我们的学生吧，他是主席和尚啊，那是我们现在都有一个有一个法师，这个绿康法师，大概你们听说过啊？绿康法师是下邻居的学生，下邻居老的学生啊，他这个人才，我在台湾，我学净土法门呢是跟他学的。他是在慈航菩萨门下当出家了，他本来是姓黄，叫黄如初，是安徽的，啊，
他是一气生下命令打援，他做那个是中原，中原这个他是中将退休吧，啊，退休以后呢出家了，出家是已经70多岁了，差不多，70岁了，你肯定大了，他听我们讲净土，哦，他这个礼佛了，他半夜三更就能礼佛，他这个每天都要念一篇《无量寿经》，响应觉老师那个篇的那一本，后来这本书呢，在台湾有印的，啊，还有可能批作的啊，过去我是有一本的，别后来是东搬西搬被搬哪儿去了啊，或者被别人拿去了，大洋拿去再去礼佛去了也很好吧啊，这个律行法师呢，我学净土了是跟他学的，那。但是呢，他是拜慈航菩萨做师父的。有一次，我们就在这个进修院打不起，他也参加。那慈航菩萨，他也是不境界了，他最初是跟多长老学净土法门，所以他也功夫很深。他就是讲唯识，修唯识观，但是他常常叫人念佛，啊，像我这个小徒弟唯识的道理是跟他学的啊，这个礼佛的下搞学的呢，跟律行法师学的。有那个时候呢，他大老大佛系的请我去党卫楼，因为党卫楼我那个小时候早年时候喝比现在喝拢好啊，现在喝拢老了啊，这个引带啊松弛了啊，就跟他学净土，学净土后来啊。就这位这个老人家了，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，他起来做什么呢？他就读《无量寿经》，每天读一篇。他读什么读啊？他痛苦流涕就读啊。因为我们通常住在一起，就是总理云观寺，他也起来，我都知道，听到这大声大吼，他怎么在读《无量寿经》？一个《无量寿经》能改造一个人大哭痛苦流涕，这有点功夫了，而不是一天了。每一天看到他在读经的时候就把他哭醒了，他不是在念的，他是痛苦流涕才能看经读经，他大声哭，早上吗？后来这个人呢是在台中啊慈光寺，他当时有很多瑞相啊，当然我们没这么多时间去讲他了。这一位老法师，这是我敬他。当然，我是跟慈航菩萨也学过，学唯识的，学法华，学华严啊。但是他打佛七的时候，他什么？他这个做了静定相起，为什么？他夜里不睡觉了，我们都睡觉了，他在念佛，他一个人念佛。他有一次最后夫妻要圆满了，他就向我们告假，他说我要走了。他这个他有功夫的，没有功夫不能讲这话的。你要这不是自杀，不是的，就是礼佛四中他一切放下了。我听得起来就害怕了，我们就哭起来了。哎，老实老实，不能走不能走。那这只有我们这些学生到哪儿去了？那个人大家知道，民国38年，我们这些来的这无家可归的一些学生了，啊，这20几个年轻的从大陆来的，跟也有几个台湾的。他说他也走了，我们放不下。为什么？我们还没毕业啊。他说他也没什么毕业不毕业了，毕业就失业了吧？还是毕业了？就挽留他，那个时候这个六行法师也在旁边，也在痛哭流涕，他的感应很大了，劝他，哦，劝了半天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，你叫我不走我就不走了，他在这功夫啊，一个人要走，他只要能够做主的话，
这什么人呢、啊？我们是怕什么？怕死啊！他不怕死，他能死的做主，他知道我要到哪儿去，我不会堕落下去。我们家立佛的人，我们能立了，既然阿弥陀佛来了，阿弥陀佛叫我去了，阿弥陀佛叫来接我了，你们叫我不要走，阿弥陀佛叫我走，我到底听哪的话？他心里想，他大慈大悲吧，他叫慈航菩萨吧，他为了你们的灵体，我说一走，你们都就这个小姐没有老母鸡了，这个小姐没有安全了。不走了，他这个什么？他说他要的就走，这个人要不走就不走，这种人他是有功夫的。所以后来我想到了，他为什么有功夫？他第一，他有愿力，看哪个愿力重，我们现在是将以不一力手转，这样也。一定有重有轻嘛，你重一重就跟哪个走，你对生死这个一重了就生死轮回，你完成净土的净一重了，完成净土阿弥陀佛就来了，这一点我们要自己知道。他悲怨无尽的人，他宁可牺牲自己的享受，他还在这个娑婆世界还要做他没有完成的功任务啊。那个时候假如他一走的话，我们这些灵前的后人法师到哪去啊？住都没地方住啊，他就不走了。不走后来以后呢，他就悲观了，不到两年以后他就走了，他六十岁走的。那次那个绿汉法师呢比他走的迟一点，后来他台东往上台东的啊。那我讲这个故事什么故事呢？一个人啊，在临命终时能够自己做得主，这不是一般普通人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大家知道台湾有个水果和尚，他修苦行的，你们知道谁啊？土生的老和尚啊，他本来要走的，他后来还有要想盖个庙，要在这个台中南部盖个庙啊，我去过他，去过一趟，没进去了啊。后来这些弟子们要求他，他说你的老人的愿还没有完呢，你还有个庙没盖呢，你走了以后谁能盖呢？哎，他去众生庙嘛，他就不走了。后来这个庙盖完了以后啊，完成了大概也3、4、5年以后了，他就走了。他说不能再不走了，再不走我的福报哟寿命已尽了，这个世界与我无缘了啊！像这种大德在台湾我都看到这两个，一个是慈航菩萨，他最重要的慈航菩萨什么，他临命终时他发了个愿，什么愿呢？我不知道，这个五年以后开干啊，肉身不坏，这是一个大愿完成。现在要看我们有下面台湾有一个法师叫无名老和尚，我今天就上一次回台湾，因为他原籍的时候我没去啊，我要下课了，故事讲我没下课了啊。他坐看你，我想他这里怎么入了，这里慈航菩萨还有一个净严法师的缘，3年5年以后肉身不坏，这是悟明法师发了个愿，现在是属人海明师。肝，这个肝比慈航菩萨好，慈航菩萨肝是撇撇的，两个肝盖子合起来的。那个悟明老和尚他买的肝，他靠的因果吧，他去看了又看，哎，我要这个东西，长长的，盖子小。下面是人子里面看不到头的，慈航菩萨呢，两个 PP 的，就是
这是这个缸里这个头，他没中年力，把他推这么压下去了，因为他后来开干的时候要推得这么强力，不是压下去的。他那个当然他也发了个愿了，他不管你压不压，我说这是为什么坏？到第三年不敢开，他说三年以后吧，三年哪以后不知道，但你怕开了以后啊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不是有失于大家的兴旺吗？信用吗？就他们一次夜里跑着去开，我不知道，我来做行走，一开了，等了两年了，五年，哈，人一半在水里面，上面一半推着墙的，人都皮包骨头了。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，它是两种嘛，它的睾丸，两个睾丸它还在那里，那个睾丸那个皮是薄的嘛，都没有烂，是我亲眼看到的，这不是骗你们的，这历史记载的。为什么呢？每一位善知识，他来这个世界上，他的愿力第一，他不被业力所赶走。我们现在呢，我们有什么愿力？想发财，想升官，但是最后呢，什么都不走。你那个愿力充分的人，你可以往生，你可以自在。我想慈航菩萨还有今天我们要证明，或许我们已经死了不知道了，我们法师什么时候开干，看这现代的这个肉身，那金银法师他是这台湾第二个肉身坏的一个人呢，讲心愿心。我们今天来修净土法门，你有没有发愿？你没有发愿，等于靠心靠行是不够的。愿力是什么？它是领导的，带你走的。行是那个脚吧，你没有眼，你管行盲修。你要愿力目标，要求成就世界。再艰难再困苦的当中，我要不受一切环境的限制，我能放得下提得起。你这样才报你大圣成就啊。当然我在后面讲的一句话是附带的，勉励各位，在这也勉励自己。一个人来做人了，一生当中几十年过去了，过去的无始以来的造孽也不知道，未来更不知道，但是你要把握住心生今生，你要解决你自己的问题。靠谁？父母夫妻儿女靠不住，他有他们的困难，他没这个力量。靠佛阿弥陀佛告诉我们，你要有心愿心，愿比行比心更重要。下课了，阿弥陀佛。